松开螺丝，打开转盘，啊，对，安装双面胶，这个朝前，这个朝前。这边不动，这边靠近，这边不动。对，这个控制双面胶，来回的，把双面胶就切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膜带。手动那边就停了，你把膜切断，卷起来，我把它封好口。外面的只是作为配重用的吗？外面这层圈？对，两边一边一个。要不再细放点？再细放点啊！下去了。这个带口在这边吗？对，带口放在。再打气，按进去。这气枪打气，打完气就凸出来固定了，是吧？对，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动了。再从这里穿过来，再中间绕。这个边平，这个边，啊，这样直接贴上去就好了。前面的就不用反复的绕了。对，好，就可以了。把它做好，这一局好，打到自动。好，这里好了。好，再来找这个夹子。找这个夹子。这个可以。你拍到过来。对对，可以，是吧？
那么就用这对。好，想啊。只用锁一颗螺丝就够了吗？嗯。你就把这个打开，进教室，成功。成功打开以后再收进。对。想看得到。两边摇的大小差不多。啊。这两个。可以，其他西班牙语的，过来看一下先。选择。就是这个的高度高过这个，就是吸嘴高度。嗯，吸嘴的高度靠这个来固定的。啊，做三十的话，直接就不要了。这是限制它上升的高度是吧？对。嗯，对，你的动作看一下。
点动看一下，会比较明确。哦，明白。这还不错。还不错。升的不够高是吧？嗯。你要是高过那个刀口。嗯、对。可以了，再来调它那个，看系统这边的系统要不要动，大家走模过来都可以。好，现在是你现在开口，嗯，撑口，撑口，你动作一下撑口。嗯，好 ，OK。你只有中文的，看不懂。接下来现在就量这个产品，量这样产品尺寸，14，138，138，啊，138，好的，11，138加22，138加22，啊，两倍厚度，嗯，啊。你输了，138加22，对，138，160，好，其他有参数的数是吗？没了，没了，嗯，好，这就可以走模过来。啊，这膜没水，电流在水，这里这里，三周三面，都没煮开，材料钱，这个一边宽，膜往前移，这膜要往前移，对，把这个有一个，膜就会往那边移，一边紧嘛，啊，一边紧一边松，啊，那个中间还有距离。好，按下这个以后，
了以后膜不会走，有效以后就不啊。材料检测。对，那边放一本，那边走一本，那边放两本，那边走两本。好。对，这里条是分别打开，好，进口打开，拿两个本子，两本子哈。啊，不算。在这边分钟。进去的这个寸口。嗯。分钟。嗯嗯，不能这样，居中是吧？不能这样，要居中。对，要居中。居中。嗯，放开，一边一毫米。一边一毫米。嗯，好，这边是不动，这边就会大一点。这边稍微再大一点，两毫米、三毫米这样。对。锁好。同样的，后面这些都是都是这样，都是放两本，然后来锁定。如果这里的这个是膜已经长过来这么多了，你看，膜长，已经做膜的时候要短一点产品，那样风景的口呢就漂亮。啊，这个就根据这个膜的这个形状风景了，就上面有点松了。好的。假如要两本就两本，三本就三本，调成五本。五本，那我们这个为例，它会下来五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到这边会推，哦，我没开。
你猜哈，哪个位置？选择年纪，和你年纪，对于年，对。可能没感应到。对。有感应。这里要调整。你猜，你在这个镜头下猜。猜猜这些不要打，这些不要打，有同步带的地方。对，要打的是这些轴承。啊。轴承。这些轴承。还有打油的地方。轴承位。还有切刀，嗯，切刀，还有这弹簧滑动的，啊，这些打油，里面这些打油，基本上呢，就是说要清理灰尘，也是这里需要打油的，这个往复运动的地方，对，啊，其他的。不要打油，链条也不用打。链条不用打油哈，这里。对，这些，不运动的就是一直转动的。弹簧，现在的轴承基本上是里面都是有油的。外部打油的话也很难打得进去的。打油的话就是黄油吗？轴承打机油。有轴承打机油。它有那种很长的。它只要这里能接到片是吧？对。你是他在这里就报警了，啊，只要在他这个范围之内，只要在这个圈圈范围内啊，对，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就 OK 了。你再摁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接到片就证明他在闪烁就是可以的。如果我打到自动，他会自己找到个位置。哦。啊。嗯。就是他在闪烁，就是接到片了。这个屏幕你也介绍一下吧，手动。手动这里就是停下来了，对，停下来，它就不纠偏了。不纠偏啊，然后现在再介绍其他的，这里就没有什么那个要介绍的啊，你说一下吧。这边的单电源亮灯，
亮灯啊，吉星亮灯，嗯，这个就可以了啊，打到自动，打到自动，嗯，吉星在这边亮灯，亮绿灯，单电源亮绿灯，啊，这个是调张力，对，张力。张力是这个拉紧，对，拉紧的，是拉只拉紧的那个，对，就是这个紧松紧。啊，啊，张力一般要调节多少？三到六。三到六，零点三到零点六。对。啊，然后的话，你把这个摁一下，那手动才摁得动是吧？嗯。啊，然后这个再摁一下，啊。好，打到自动的时候，它就自己回来是吧？对，自动就自己。慢慢过去吗？对，你拍到了吗？我拍得到。就是灌膜啊什么的都会打到手动嘛。啊。这里按照自动。那这个一般是这边，这个是绿灯，这边是红灯是吧？这边都是没用的。这个是没用。啊。所以我们主要靠这个线位。对。啊，好。这个是用来双电源用的，工作的。双电源呢，它这个膜是不标准的，所以你前面也是做的不标准。啊。就是两边去线位那种类型的。对。现在我们只靠这一条线去线位是吧？对。但这个电源是干嘛的？那个是看那个膜带完了没完的。啊，膜看有没有用完是吧？啊，用完了它就会停机了。用完停机啊。这个如果打到双电影的话，它就不抖动。哦，会一直抖动。所以我们一般用单电影。如果它就是说膜，假如在这边，它就会往那边移；往这边，它就会往这边移，往那边移。哦。嗯。好。那这样设计是为了？不规则的吗？不是，做那种大520那种大的。大膜，大膜抖，这种很容易抖坏掉的。哦，可以。正常发机的时候，它就是把这边装到里面。哦，现在就是把这里踩断。要踩断。里面那块板就等于说用来定位。哦。那这底下捞上来。嗯。它是直接拉靠那个气弄紧是吧？嗯。启动了，你开这个启动，再开了吸风，这个启动它是联动的吗？只要开一个就好了。对。然后这里开了哪个？这个燃料检测，燃料检测，它才能可以抖膜啊。假如你打到有效的话，它就不会抖膜了。哦。只有放一本过来，抖一个，放两本，抖两个。
好，你点到无效的话，它就这边有。对啊，有很多一个切刀它是切刀，嗯，这个是快慢的问题，就是寿司越大越慢，寿司越小越快，啊，基本拉磨，拉磨，也这个速度比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寿司越大越慢，嗯，推料，推料，嗯，切刀的起点和终点的复位，啊，起点就是它下去推料的那个。嗯，推完以后多少复位、哦、都是数字的，数字基本上也不用不用变动的、嗯、对，这些都不用什么，对，你把每个页面点开就看一遍就好了，新模组啊，机器的都是连机的啊，好，假如我把哪个拖机拖掉，它就不会动了啊，然后你在那个到西班牙文看一下，切刀，嗯，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不懂，嗯，这个是推料，啊，下一个，啊，这个新模组，这是连机，啊，把它哪个关掉，关掉的话它就不会动了，啊。像你把蜡膜关掉，你现在开机的话就没磨出来了。哦，这就会走完的。然后把蜡膜叠起来，就是蜡膜就出来了。哦，吸缝关掉了，现在我们打开这个。可以，停止吧，好，然后就 OK 了。主要也就是这个参数，对，这是带宽，还有这个参数，对，这是磨往前往后的一个参数，还有一个参数也是可以的，我要忘跟你说一下，嗯，哪个参数？假如有这个磨哈、啊，不到位啊。不到这里封口，封口是可以移动很多的，可是如果还移不到，那就变这个带锯，带锯啊，对。然后我现在你看，带锯是这么小的，哦，这个20，对，它的带锯就会变化，哦，它封口的位置就会往前移，哦，明白，对，就往前移嘛。拖回泥一般都是泥啊，泥它拖回来，它就会到这个喷口、喷口那个位置，好的，啊，可以了，停止了。